家说，亮哥今年就能脱单。而且那个人跟他认识很长时间，但是彼此并不了解彼此的心。听到没，蒋诗言？亮哥年末脱单。明天上午羽毛球，中午美食城，下午绿道汽车，晚上还可以江边散步。明天早上我过来接你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这里羽毛球馆近，我直接走过去。明儿见。明儿见。啊，喂，学长，怎么了？学妹，你现在方便吗？请教你点事。啊，学长，你别闹了，你有什么事请教我呀？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只有你能帮到我。哦。好，那这样，学长，我给您发个定位，然后我们在那边见吧。好，待会儿见。好。我临时有事儿去不了，帮我跟亚楠他们说一声哈。加班吗？你一会儿在哪儿啊？我可以过来找你啊。当然是了，俩人。好像来不了了。啊？来不了？那你跟他说一声，等会儿咱找个地方来找我们呗。我说过了。哎，学长，你今天找我是问什么事儿？是这样。我有一个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一个朋友，我想送给他一些潮玩啊、手办啊，但我自己是完全不懂这些。我看你朋友圈嘛，我觉得你还挺资深的，所以想过来跟你请教一下市面上一些种类啊、款式啊。那你可以说是问对人了，因为我确实对潮玩跟手办还是比较关注的。不过送潮玩跟手办的话，应该不是工作上的朋友啊。啊，懂了懂了懂了，好，我给你找。我看看杨哥有没有回话。不用了，周末找我。哎，杨哥怎么说的？他一会儿来找咱们吗？他说他和周末有事儿，来吧，咱们继续打吧。谁？周末？那不着急，你让他慢慢谈。羽毛球什么时候不能打？哎，这得给机会啊。对。上次接触下来，我觉得这小子其实还挺不错的，而且我打听到了，他在离开会商之前是会商少有的速航一 v 一。是吗？魏长秋挖他挖的算对了。哇天，这么厉害啊！哎，我觉得周末对样哥感情绝对不一般，不知道样哥咋想。这我不知道，你得问蒋诗言。哎，蒋诗言，你说样哥他能喜欢周末那款吗？老公，年初我给样哥看运势，人家说样哥今年就能脱单，而且那个人跟他认识很长时间，但是彼此并不了解彼此的心。听到没，蒋诗言，样哥年末脱单。你神经病啊，蒋诗言，告我老公，快点，我看着他。啊，他轻了你这。是，他穷了。你下手这么狠。我拿点水来。水，好，拿水。你这是报复你。拿水。像这些都是新款，就甲骨文系列的。对，这是水墨锦鲤系列的。还有夜光系列，这个夜光系列卖的特别好，还这个绅士牛仔，这个牛仔的就得靠运气抢。哦，这是星际联名款。哇，
我之前还以为这些潮玩手办就跟盲盒差不多，是那种小东西呢。这么一看，门道还挺多的。哎呀，可讲究了。那刚才那些什么联名款，应该还有收藏价值吧？对对对，嗯。那你这么喜欢这些东西，有你自己特别喜欢那款吗？学长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冷笑话？怎么说？做信审的人不能说喜欢，因为你要是说你喜欢红色吧，你第二天你的桌上就会出现卡地亚；你要说喜欢蓝色，第二天桌上就是 Tiffany。 所以我们这些做信审的吧，什么都不喜欢，无欲无求，清清白白。谨慎点好。嗯。哎，这地儿真好啊！啊，下回咱们带儿子来。必须来呀！这大周末的，没想到这地儿这么热闹。你饿不饿？饿。饿了，那吃点东西吧。嗯。蒋诗言。啊。都饿了，吃口饭啊。我不想吃了。哎，这家不错，看看去。看看。哎，蒋诗言，周末优惠19块钱一位。不吃。哎，咱们去吃打边炉吧。要我说，还不如回悠然居呢。周末新品酬宾，自己的便宜不占白不占嘛。哎呀，可是周末会，这边周末优惠送饮料。可周末优惠，周末酬宾，那周一到周五怎么办？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你们不觉得？周末就是个骗局吗？中午吃的什么呀？我错了，光光，三个响头。你给我发消息，我就一定要回吗？